大家好，我是元宝。开头的视频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一个年轻的囚犯跪在父母的面前忏悔，祈求父母的原谅。这一刻呢，看着似乎令人动容，但是你们可知道，这个小伙子犯下的罪恶是无法被人宽恕的。他一夜之间杀害了五个长辈啊，这其中还包括了他的爷爷奶奶，也就是他父亲的父母。这是何等的残忍与泯灭人性呢？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什么让这个少年挥刀砍杀自己的亲人呢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开录本期案件，逆子发疯。在2004年7月31日早上9点多钟，山西省太原市小甸分局接到了一起报案，报警人声称在小甸区一栋民宅内发生了凶杀案件，而且现场非常惨烈。警方迅速出动来到现场，发现这是一户自建民房带院落的。进入现场，一股子血腥味是扑面而来，五具尸体呈现在警员的面前。经过调查了解，死者户主啊名叫郝东胜，其余四人呢是他的父母。被捕的郝鸾当时只有16岁，而他对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以及其他家人的恨简直是让人不寒而栗的，尤其是对爷爷的恨。根据郝鸾的供述，从小这个爷爷似乎就针对他一样啊，过年的时候呢，其他堂兄堂妹的都有红包，而自己就没有，还经常说到谁家的孩子我都管，唯独老二家的我不管。郝鸾的爸爸就是郝家老二，这些话呢都被郝鸾记在了心中。而且这个郝鸾这个人啊，不善言辞啊，什么事都喜欢闷在心中的这么一个孩子，对父母也是一样，并且他是拒绝沟通的。母亲虽然平时对他很严厉，但也是想遍了办法，希望能够让儿子啊打开心扉，可都是无济于事的。郝鸾非常叛逆的，唯独喜欢的就是网络，他迷恋上了网吧，但是他花钱呢还非常大手大脚啊，别人都是 AA 制，他都是请客的。可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，也禁不住他如此的花销，所以呢，郝鸾就想到了偷。偷谁呢？那就先从自己最恨的人偷起，那就是爷爷奶奶与叔叔他们家，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啊，所以接下来呢就称呼为爷爷家了。当时呢，郝鸾没事就偷摸的拿个几十上百的，后来更是几千几千的偷。而且是经常半夜翻墙而入，这让爷爷气的是不行，更是把院墙拉上了铁丝网，目的呢就是防着他。可越是如此，郝鸾越是要偷，还伙同其他人一起来，这让爷爷很多次当着全家人的面骂郝鸾，顺带连父母都给骂了。就不是我，怎么还能冤枉我呢？好，那我就再偷你一次啊。然后在2004年的7月30日的夜晚，他给朋友李鑫打去了电话，邀请李鑫一起到爷爷家去盗窃。李鑫当时正好也没钱花了，是欣然前往。可就在前往爷爷家的路上，郝鸾这个心中怒火是无限升腾啊。二人翻入院落之后呢，郝鸾是肆无忌惮的翻找，动静很大，给李鑫吓得不轻啊，一个劲儿的说你轻点你轻点啊。可郝鸾不为所动，似乎不怕被发现一般。不出意外，奶奶先发现了情况，也很快就认出了郝鸾，于是开始大吵大嚷，并且开始骂郝鸾。郝鸾此时心中的怒火已经无处发泄，他一想，反正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何不索性我今天就弄死你们，以后也落得个清净。想到这儿，他快步走向厨房，拿出菜刀对着奶奶就是劈砍，没有几下，奶奶是倒地身亡。接着呢，其他人都被吵醒出来查看，郝鸾是毫不留情，挥舞着菜刀砍向了爷爷、叔叔还有阿姨。三人被砍杀之后，郝鸾冲了进去，对着叔叔的外婆啊也是一顿砍杀。至此五人均被杀害。可此时呢，郝鸾发现了在角落瑟瑟发抖的两个堂妹，郝鸾心软了，因为从小堂妹就与他一起玩啊，一起吃的，没有得罪过他。于是呢，他放下了菜刀，带着两个堂妹一起走了。接着他将两个堂妹关进了宾馆里啊，自己与李鑫拿着偷来的钱就去网吧上网去了，然后就发生了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幕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一看郝鸾与父母在狱中见面的场景。刑期漫漫，在高墙之中，他还将不断地反思人生，反思自我。说到这儿呢，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讲述完毕了啊。一个大逆不道的人犯下了血案，由于当时郝鸾未成年呢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，估计呢现在也该出来了。其实本案的这种情况呢，在一些80、90后的家庭啊当中也不少见。一般来说呢，都是为了给自己孩子争宠啊、求夸奖等等这些吧。但是郝鸾后来这种行为确实让人喜欢不起来啊，他偷窃的这个行为。不过呢，元宝好奇的是，郝鸾在长大之后开始盗窃的，
他肯定不可能刚出生就干这事儿。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的爷爷奶奶对他的态度依旧是不喜爱的？所以元宝猜测啊，很有可能是郝鸾刚出生或者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与爷爷奶奶的关系不和谐或者说是不好，从而导致郝鸾不受待见。当然呢，这些只是猜测。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有啥见解呢，也欢迎留下您的评论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愿世间没有罪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